给你来陪伴，一起咚咚咚，一起锵锵锵，加入我们的乐团，一起呜呜呜，一起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哎呦跟不上节拍，哇哦，该怎么办？耶、yeah, ，各位亲爱的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牛奶，我是蕾蕾，又到了牛奶与丽丽的时间了，又到了我们学呜苦蕾蕾的时间喽。欺负人吗？你不要给我十块哦。好，我给你20，不用讲。我们今天要教的这首歌呢，就是我们台版的《卖火柴的小女孩》，也就是小小姑娘。她是卖花的小姑娘。卖花的小姑娘。对，那我们现在来唱一次给你听喽。好。小小姑娘，清早起床，提着花篮上市场，穿过大街，走进小巷，卖花卖花，声声唱。小女孩哦，真的就像我刚才一样，你看我连两朵三块都没有人要买，我该怎么办？对啊，要卖完才可以回家，真的好可怜啊。如果你是那个小女孩，你要怎么办？我是我啊，那我就把乌克丽拿出来边弹边卖，一定可以卖完。哦，好聪明哦！现在街头艺人不是很流行吗？而且还加卖花，你看，你看你们多幸福，不用卖花就可以，就是有钱可以拿。什么钱啊？妈妈妈会给零用钱啊，哦，买面包的钱。对啊，嗯，你看你们多好。真的耶，还不好好的学乌克丽丽，以后就可以边卖花边弹乌克丽丽。好，那我们在学这首小小姑娘之前要干嘛？我们来调音喽。好，拿出你的小调来，夹到琴头上面。还记得我们的两个口诀吗？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A C 橘子，就就是我们的 A E C G A E C G。是我们 A C G。对，那第二个口诀就是指针在中间，把你的指针调到中间的位置，这样音才准。好，那我们来唱喽，我们唱，你们调。是的，预备备，开始。如果你的四条线有条对，你就会听到。预备。如果你的四条线每条对，你就会听到。No good。 用你的小调把指针调到中间，如果音都调对的话呢，就会听到我们的 perfect。 哎呦，小小姑娘去卖花前一定要给自己那个精神喊话，哎呦哎呦，他才能够很有精神去卖花。真的，你这样完之后，整个人精神都来了。真的，你看有些日本企业，他们不是都会让员工在早上的时候排整排，然后大家要一起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你要比大声的，不够大声还不行。おはよう。你以前应该有打工过吧？哎，对，我以前在拉面店打工啊，那时候就会说，嘿，いらっしゃいませ，两位，谢谢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介绍我们的一家人。来，食指呢是我们的爸爸，中指是我们的妈妈，无名指是我们的小宝。小指头是我们的小妞妞，今天用到谁呢？今天用到爸爸妈妈和小宝，永远的三个人。他们三个人。是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待会儿用老王来刷。右手来刷。对，今天老王从四楼刷到地下室哦。老王呢，他们家呢种了非常非常多的花。啊，对，就是他。就是他叫小姑娘去卖花的。他怎么可以这么不应该呢？他才不应该，来唱一下啦。王老先生有块咿呀咿呀咿呀哟，他就是姑娘的爸爸，咿呀咿呀哟，他叫姑娘去卖花呀，咿呀咿呀哟，不应该不应该，不不不不不应该，太不应该，我罚他刷乌克丽丽。好，好，可以了。他应该受到应得的惩罚了，有点痛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用哪几个和弦呢？今天我们教三个和弦。三个和弦。对，
三个，首先是我们最简单的 C。C 和弦。来，拿出你的小宝，去一楼的第三间。第一间、第二间、第三间，最基本的 C 和弦。对，按紧之后就有喽。好，第二个是 G7。来，爸爸去二楼的第一间。二楼第一间。接下来，妈妈去三楼的第二间。三楼第二间。最后，小宝去一楼的第二间。一楼第二间，形成一个 triangle， 一个三角形的形状。G7 倒过来就是七只鸡，来来个七只鸡之歌，预备开始。想要做出好料理，阿基师撇步传给你，上可爱的牛奶咖喱，教你弹出好 music。熊可爱耶，古灵咖喱哩，我喜欢，我们是熊可爱的。嘿，咖喱弹出好 music， 教你弹出好音乐。That's right 好。好，最后一个和弦是我们 F。F 和弦。来，爸爸一样在二楼的第一间。二楼第一间。妈妈去四楼的第二间。那就这是我们的 F。对，按紧之后，很好听吗？拜拜。哎呦，面包全面八折。不是你来什么？面包全面八折。哎呦，面包全面八折。而且你要马上转成那个啊，就是面无表情的那种。哦，哎呦，面包全面八折。这样吗？有点转不过来。那我们现在来练习我们和弦的转换。好，那首先呢，我们要从 C C 换到 G7 G7， 再换到 F F， 最后回到 C C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各来练习八拍。好，预备备，开始。C 1 2 3 4 5 6 7，换 G 7。2 3 4 5 6 7，换 F。3 4 5 6 7，换回 C。3 4 5 6 7 G。拜拜。哦，还有。妈妈全面八折。很好。我们可以去那边上班。不行，他觉得我们没有热情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谱给叫出来喽。啊，好，我们把谱叫出来。今天有准备花篮吗？既然有花篮的话，我们就美丽的花把谱叫出来。反正既然都卖不出去，把它撒地上让大家批判一下。真的。好，来来来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来呀，来了，预备备，开始。哇，美丽。哦，连谱都是香的哎。嗯，真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练习弹那个空弹一次喽。好，那这首歌呢是三拍子的，所以我们每三拍就要换一次和弦哦。好，来，预备备，开始。来 ，C 二三 ，C 二三 ，C 二三，换 G7。两次都弹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两段我们虽然歌词不一样，但是我们和弦是一模一样的哦。好，马上来开始唱了。那我们从哪一个字开始刷呢？要从孤这个字开始刷哦。孤，哦对哦，孤，从孤开始唱。小小姑娘，小小姑娘，清早起床。来，预备备，开始。小小姑娘，清早起床，提着花篮上市场，穿过大街，走进小巷。全面八折，你可以再停久一点，没关系。好，又到了我们即兴创作的时间了。那我们今天即兴要把小姑娘改成什么呢？改成也是食物好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最爱吃木瓜。对，每次录影前她都会嗑木瓜，因为吃木瓜就会神清气爽啊，也不会有负担。对，可是其实有些人觉得木瓜很臭哎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有些小朋友会觉得木瓜有一种就是独特的味道，没办法接受。对，那我们今天要唱这首歌呢，要教你如何呢让小朋友可以接受我们的木瓜。如何喜欢上木瓜？如何喜欢上它呢？有的人一定会对着它唱：“我不会喜欢你。”我想我应该不会爱你。但是今天我们要让你爱它。好，来，用什么方法呢？那我们就好，我们就直接唱喽。预备开始。是我先吗？好，注意听喽。不敢吃木瓜的小孩，现在注意。木瓜牛奶了，真的耶！木瓜牛奶，嗯，就是木瓜装你的头上，就变成木瓜牛奶，真的耶！真的耶！
不过如果还是不敢吃怎么办呢？如果还是不敢吃的，那就加点珍珠。加了珍珠和牛奶，你就敢吃木瓜流。哦，因为甜甜的。哎，你有吃过木瓜牛奶加珍珠吗？没有，那已经超饱的吧？而且一定很浓郁，而且热量超高。还好啦，可以当一餐了耶。可以当一餐了，夏天这样还可以啦。对，好了，那我们就讲到这边啦。是的，今天就下课喽，拜拜。